他们，小姐，人们，放下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你们都下去，是。 表小姐上吊自杀了，啊！将军又把她救活了，我呸！八成是装给叶昭看的。这个心怀诡计、诡计多端的女人，还看见什么了？就这样了。不让你就这样了。郡王，你要打赏小瞎子，你好好给嘛。你这个刁滑鬼，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。 你怕得罪他，就不怕得罪我啊？跟我说实话。阿昭，如果我死了，你会难过吗？不准你死，你不准再做傻事了。阿昭，陪陪我，一会儿就好。我陪着你，我陪着你。你说什么？他俩在干什么？啊？ 我赵玉锦的女人，竟然和他的蛇蝎表妹还在纠缠不清，我发誓，以后这个家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。郡王，你小声点，小声点，这种事让别人听到多丢人啊！将军怎么说也是你媳妇儿嘛，他情急之下在救人，你别为他狡辩，就算救人，那也是大夫的事儿。 叶昭，你去把叶昭给我叫回来，让他给我马上回来，否则，否则老子也自杀。郡王，你冷静，我这就去叫他，气死我了！刀在哪儿？老子要去找刀，胡笑匕首呢？